你要上先，上先，唔緊要。喂，你影出嚟叫佢。喂，我照。上位受害者，我低少少。喂，喂喂喂，喂喂喂，冲！阿姚生。好抵啦。阿毛。等齊人先，一齊嚟，一齊嚟。首先道歉啊，因為應該唔使叫大家咁早嚟嘅。嗰個判詞就係隔夜燒賣係整定㗎啦，係咪又臭又縮咧？我希望唔係，我希望我請阿姚生同埋阿劉冠聰做我的議員顧問嘅，我知唔知會以上，因為佢兩位做我呢個同事嘅時候嘅能力非常之高嘅。阿聰咧就係快槍手嚟嘅，但係即係可以隆隆聲講好多嘢。阿姚生當然係據說係議會最強啊，咁我梗係簽佢翻嚟我隊波啦，係咪？不過呢、這個即係英文有個叫 daydreaming 啊，白做快嘅總夢。其實真係一個好遺憾嘅嘢，正常嘅嘢要白日做夢先至得。我覺得我應該俾阿聰同埋阿姚生講先啊，因為佢係嚟撐我啦。咁唔係話嚟撐我嘅人其他冇嘢講，係因為佢兩位係分手。真係白居易嗰句詩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。嚟，我哋相識嘅。好嘅。係咁啊，嚟撐阿毛哥嘅。咁啊，我自己其實都係DQ 四其中一份子。哇，一定係啊，DQ 六係咁，我哋都一定係一齊撐嘅。咁咧，但係大家睇到啦由2017年7月開始到而家咧，我哋之前喺議會一路係去。監察政府的問題越嚟越浮現出嚟啦，咁你見到咧就唔單止沙中線紅磡站，而家已經證明咗，其實佢係大量造假。咁啊，當時點解唔夠膽俾我哋去審議有關個追加嘅超支賠款呢？而家就好清楚啦，原來佢背後係因為有不可告人嘅秘密。咁啊，除咗沙中線之外咧，原來越揭越臭。而家咧啱今日喺議會先至再即係傾緊咧，原來連港珠澳大橋咧都唔見咗幾萬張嗰啲 RISC 嘅表格，而咧嗰個官員咧係唔夠膽答咧，究竟嗰啲表格咧係去咗邊個職員個名嗰度啊？咁啊，大家睇到咧，其實越嚟越多證據證明咧，香港政府係做咗好多咧違背市民、對香港利益有害嘅係事件，所以咧係好怕我哋。在議會裏面一路去尋根究底，所以我們應該要明白為什麼會這麼困難呢，為什麼會 DQ 我們呢，但是我們呢就試一下在法律途徑爭取公義先，然後逐步逐步再跟大家一起為香港為大家的民主理想一路追求，多謝。Okay, 我還有一個重大的宣布，大家有心理準備阿聰啊，畢咗業係咪？你俾人耽誤咗坐監，坐監有冇讀書先？讀一科。我哋鼓掌啊，為阿羅冠聰，歷十地受打壓一樣畢業。崔啊，讀唔讀啊？考慮下。好，你考慮下呢樣嘢，唔使考慮你講嘅。係好，多謝毛哥。咁平時我哋話撐毛哥等於撐自己，咁今次咧，即係。一次中的啦，因為咧，即係我同阿姚教授都係 DQ 六裏面其中兩位啦。咁而毛哥今次嘅上訴都唔單單只係為自己嘅，咁係為大家爭取翻個公道。咁當然我哋都好清楚啦，今日喺咁嘅政治環境當中，法庭咧有時候都有口難辯嘅，好多無論佢嘅裁決啊，還是佢要思考點樣判咧，好多時候都有個天花板喺度嘅。咁呢個天花板就係當然嚟自北京嘅壓力啦。咁所以我哋都唔係話好樂觀，好多嘅奢望放咗喺度。咁但係喺咁嘅時勢，寸土必爭。咁我哋喺法庭上面，即使我哋見到未必會好似我哋想要嘅結果係咁容易出到嚟，咁我哋都要係喺每個戰場上面都要繼續落去。咁所以毛哥咧，其實今次嘅上訴唔單止係為咗自己，都係為咗其他俾人 DQ 嘅朋友。咁而今次上訴當中，亦都係好多波折啦。
例如話立法會都好荒謬咁樣要繼續係追冇嗰幾百萬薪津啦，到而家都係未解決嘅呢件事。咁而出咗嚟個結果咧，我相信無論如何都好，呢條司法上面嘅路咧都係要繼續走落去。咁所以各位都呼籲各位支持者都係唔好氣餒，繼續喺唔同嘅場合當中咧爭取公義。我都有即係有啲有啲感想嘅。我有一次咧就翻去立法會呢個公聽會嗰度，咁啊關於小販。去到我喺準備個廣告啦，你知我都係臨急臨忙做嘢嘅人。咁突然間個立法會嘅秘書就嚟，唔好意思啊，各位今日唔夠人開會啊，大家要第日再嚟啦咁樣。老實講，第二次我又去開會，咁郭家麒，好似郭家麒議員就代表啊，唔好意思啊，上次我哋本會咧唔夠人開會，所以累大家白走一趟我哋自慢二分嘅協議，使鬼道歉咩？如果佢唔係 DQ 我係六個人，係咪啊？小販政策佢又有份，小麗啊直頭係虛市皇后，係嘛？喂，爭兩個人咋哥？小弟喺度，阿聰喺度，阿姚生喺度，阿小麗喺度，實夠人開會。各位，當日阿姚生喺度問佢嗰啲工程問題，而家都未答㗎，哥，年零兩年啦，而家仲有新問題。不過我覺得我有一句心裏嘅説話，一陣間都嗌出嚟，大家放心嗌得㗎啦。我啲口號通常都係啱嘅，不過係通俗啲咁解嘅啫。我嘅口號就係：法官不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食番薯。講完㗎啦，呢句唔係小弟發明㗎，小弟係愛國者嚟㗎。我係呢個秋菊打官司裏面一句嘅原話，咁佢原話就係做官，做官法官就係官嚟嘅，係咪？法官係監察政府行為，監察我哋公職人員嘅嘢。喂，哥，法官不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食番薯啊！我唔驚㗎，我知佢第日會審我。不過呢個真係老實講，係香港人嘅心裏嘅説話，係咪？是不是你國之重器來的，大佬？所以希望我在口號的時候大家大聲一點，因為還有一陣間就開股了。那就來了，來了好不好？大家來得了，大聲一點。人大常委，人大常委，暗無天日，暗無天日， DQ 議員， DQ 議員，無法無天，無法無天，我係香港人，我係香港人，我要真普選，我要真普選，我要真法治，我要真法治，法官不為民做主，法官不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食番薯，不如回家食番薯，法官們，法官們，勇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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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呢個説話咧就係法國大革命嘅領袖丹東講嘅，勇敢，勇敢，勇敢。小弟喺度勉勵香港嘅法官，嗱記影住啊，最緊要喺個news 度錄出嚟啊，勇敢啲，唔會死人嘅。人大唔夠膽再釋法嘅，咁我再一次多謝大家嚟撐我，其實都唔係撐我，係撐香港人。我不會做白日夢，不過奇蹟是會出現的。我再講一次，如果我再做議員的時候呢，我會聘入姚生同埋阿聰做我的特別顧問，因為他們是我在立法會做議員的時候呢，兩位好好的同事，是不是？周氏都幫我去問嘢，同我們一起去並肩作戰。我拉布不夠的時候，真係頂不住了，阿聰行下嚟，嗱嗱聲講，
阿姚生咧，我記得嗰次講話飛機免税咧，都講咗成日。如果證明咗係阿哥飛機免税出現嘅惡果係出現咗，佢兩個應該記大功啊！你睇下國泰又亂咁買機，呢、這個香港航空亂咁買機啊，免税啊嘛，咪就係冧咯。喂，國泰而家加拿大已經取消曬地勤噶啦，外判噶啦，因為你俾佢免税買機喎，阿哥仲唔買啊？呢個投資錯咗嘛，投資錯咗，你免税買機又免又買多啲油。萬人騎黑馬，半夜臨心時，小弟兩個人喺度講，俾建制派鬧，喂，搞錯啊！長毛同阿姚生，你兩個無理取鬧，喂，食豬血屙黑屎啊！你而家點樣賠翻俾香港人啊？國泰係我哋嘅航空公司啊，搞成咁啊！我睇我喺 Facebook 叫佢做咩話？叫咩公司我唔記得咗。欣航，阿聰啊，問阿聰。欣航，佢啲網上英雄嚟，國泰。喂，我哋舉一個例啫，我都係話你免税俾嗰啲人喺度買飛機，或者交好低嘅税啦，唔係免税嘅，等於免税搞到。喂，而家咪搞折子，咁細嘅嘢，所以我哋再一次，人大常委，人大常委，暗無天日，暗無天日。差不多了，我們靜待旗鞭。